大家好，那么这个视频呢，想用中文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好久没有用中文聊天，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啰嗦，这是我唯一特别不喜欢用中文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很容易就这个开始唠嗑了。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聊我最近在药妆店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A warning 给大家是，这个视频可能会比较长，因为东西呢相对多一些，尤其是 makeup。如果你是很喜欢化妆的女生的话呢，这个视频就非常适合你喽，不要错过哦。视频呢是我大概在2个月当中一点一点买的，所以不是我一次性买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她买了这么多 makeup。最近呢买这个 foundation 啊，这个所谓的 base，这个底妆的东西比较多。我很喜欢 high end 一些牌子，比如说 foundation 的话，我比较喜欢这个 NARS，然后也很想尝试 Giorgio Armani 的那个。最近呢，开始 explore 一些药妆店的品牌。首先我要说的是欧莱雅的这个 Nude Magic CC Cream，应该来讲它是在英国来说，这应该是比较新的这个上架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 Nude Magic CC Cream，我还挺喜欢，因为好像把它挤出来是，这种怎么说，挤出来是那种紫色的，但是当你涂抹到脸上，它就突然变成了 transform，就是突然就变成了那种 foundation 的颜色，肤色了。所以我觉得跟肤色还挺接近的。然后它这个系列有出绿色，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粉色还是黄色，我不记得了。同时呢，同一个 range，然后我还买了 Nude Magic BB Concealer，这个我特别喜欢。当时我在药妆店试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哇哦，真的是一对。因为有小孩，每天晚上起夜睡觉真的睡得不是很好，所以我的这个 dark 怎么说 circle 这个黑眼圈，这非常急需这个补救。每天出门得抹抹这个，还是效果非常好的。然后呢，three for two 买二赠一，那么我又拿了一个这个 Lumi 不同的 range 啊，这是 Lumi Magic Base Primer，这是一个底妆，但是我觉得呢，它让我想起了那个 Becca，一个澳大利亚品牌，它有一个类似的这种，好像叫 Shimmery Break something like that，I can't remember，不太记得了，有点这个呢就是非常提亮，你可以用在 foundation 之前、粉底之后都可以。粉底之后的话，你就是集中好像提亮啊一些地方，需要提亮的地方。然后如果是上妆，如果是想要在 foundation 之前的话，你可以全脸涂，但是我一般也都涂一些比较需要提亮的部分。我有推荐我妈妈用，她也蛮喜欢，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然后接下来呢，这个药妆店的品牌当中，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一个 Bourjois，一个法国的品牌。我知道在美国好像不太能买得到，但是英国的话，欧洲都是很多比较容易买得到的。他们家的 foundation 我也是特别特别喜欢。那么最近有看到这个，有人说它是因为 Bourjois 跟 Chanel 是一个公司，所以有人说这个是这个 CC cream 也是有点什么是 Chanel 的那个 dupe，那么所以我就买来试了一下这个 CC cream，它是 one two three perfect，sorry，one two three perfect CC cream。同时我也带着买了同样一个 range 的 eye cream，我很喜欢这个 eye cream，这个我觉得它这个 eye cream 跟这个的区别呢，这个呢是真的可以 cover 你的 eye，叫什么 dark circle，你的黑眼圈。那这个呢，其实它更多是提亮，所以对于黑眼圈不是特别重的人的话，可以提亮你的眼周，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说回来这个 CC cream，sorry，这个 CC cream 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 coverage 就是它的这个遮瑕力一般，所以对一些如果你本来肤色就相当棒，那我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对于你本来就是皮肤白皙，不太需要遮瑕的，遮盖力的这样的这个皮肤来说，我觉得这很适合，非常非常好。对我来说，遮盖力可能稍差一点，但是呢，overall 我觉得还是不错了，因为它还有一个 SPF 15的这个
bonus 在里面。经常在 Boots 买东西，但是我很少去 check 我的这个 point。 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的 points 还蛮多，所以我就给自己了一个小的这个 treat。 然后我买了这个 Rimmel 的 Long Lasting Finish Foundation。这个 foundation 应该是新的，挺新的一个 foundation。 我那天特别就是想说试一试，因为这是新的嘛。然后 Boots 在Rimmel 它有 10 for 10，就是买两个就10磅钱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所以就试了一下，然后非常让我 surprise， 这个在涂到脸上就是感觉就 like skin， 就好像就是很自然的肤色。然后它的 coverage 也相当的棒，我就拿下了这个。然后它的颜色是 soft beige， 非常非常棒。所以我当时想说要买这个，但因为它有 2 for 10，就是买两个10磅钱这么一个活动，所以我又拿了这个是 Rimmel BB Cream Radiance。 这个它好像有两个 version， 那么这个是比较提亮的一个 version， 那我想夏天用应该是比较好。同时它有 SPF 20的这么一个防晒指数，所以说夏天来讲这个是没有防晒指数，那这个有防晒指数。之前有人问我说药妆店，进药妆店都不知道该买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想要 foundation 的话，我非常非常推荐欧莱雅这个牌子，或者是Bourjois 也很不错。那当然欧莱雅相对会它的这个 price range 稍高一点。那么你要是这个比较 on budget， 比较想稍微买便宜一点的 foundation 的话呢，我觉得 Rimmel 是不错的选择啦，所以你可以去 Rimmel 看一看。Anyway， 那么我们接着最近呢，试了一下 Max Factor 的这个腮红，非常非常喜欢。大概我买了，因为我一开始买了三个，然后呢，因为太喜欢了，所以我又把它另外三个也买来了。我有写过一个 blog post 在我的新浪微博，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个六个当中呢，我最爱最爱的就是这个 Seductive Pink，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如果你只想买一个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是非常值得推荐。那另外呢，它这六个当中呢，还有一个是这个是比较 highlight 的一个颜色，那么它是 Lovely Pink。还有一个比较 bronzy 的 color， 它这个叫做 Alluring Rose， 这个名字跟它这个实际颜色不是特别相符。那么同时还有另外的三个，比较 nude， 比较如果你是皮肤比较白皙的女生呢，我比较推荐你用这个 nude Marvy， 是这么念的吗？Number 10自然，但是不是特别明显哈。如果你想要非常明显、非常比较的into your face 的颜色，那么这个颜色是 gorgeous berries， 非常好。非常适合冬天，我认为。又还有一个颜色是 number 20， 这个颜色也很适合，我觉得 every day 吧，对。所以，六个颜色应该说我都非常非常爱。如果你想看试色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去我的新浪博客，那么那个 blog 里面有专门的试色。接下来说一说 Kiko 意大利这个彩妆品牌，有点像 cheaper version of MAC MAC， 在欧洲还有英国都可以买到的。那么我是最近才发现，然后非常 obsess。 虽然说呢它是有单独的 store， 但是呢因为它的价格就很便宜，很便宜，所以说我就把它列入到药妆店的这个 haul 里面来。最近买了很多了。首先呢我特别想说的是，我在2004年的这个 makeup beauty favorites video 当中呢有提到过他们家的这个 long lasting eyeshadow stick。 之前有三个颜色，之后我又补买了这两个颜色，也是非常非常好用。非常对于我来说，因为现在有小孩，所以说非常出门想要化个妆很难，那我基本上就用它，非常容易，这个涂在就是非常快两下，然后连化妆刷都不用，直接就是用手稍微晕开就 OK 可以走了。所以说我买了两个颜色，一个是05，这个颜色呢相对来说比较 everyday， 非常好用，有一点点 shimmer， 有一点点亮光在里面。然后这个颜色呢是比较 highlight 眼角啊，这个颜色呢是007，也非常好用，非常推荐这个 long lasting eyeshadow stick， 非常好用。
我觉得如果你刚进Kiko 这个店呢，就非常 overwhelmed， 就是我的最初的感受。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比较的，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看起，因为它的 eyeshadow 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我买了，我在网上呢有做了一小小 research， 然后我看到很多人提到他们家的 long lasting wet and dry eyeshadow， 就是说你可以干湿两用。我买了三个颜色，这个干湿两用的，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化妆刷，稍微打湿，蘸一点水，或者说你的手如果是湿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用手涂抹也可以。所以说我买了这个颜色是我很喜欢的，非常像 NARS 的一个颜色，这个是颜色是204号，这个 pigmentation 着色非常棒。然后额外呢我又买了这两个，有点类似了，但是也让我想起好像这个有点像，这个颜色有点像我之前用过 MAC 的一个 Paint Pot 的一个颜色，我忘记叫什么了，对，然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 orangey，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 pinky， 然后粉的这个相对偏点橘色，非常适合春天或者是夏天用的两个颜色，着色和这个pigmentation 非常好， color payoff 也相当棒，我非常推荐。如果说你想尝试 Kiko 的话，你可以从他们家的这个眼妆开始。然后呢我又还买了这个，是我自己组合的 Kiko 的 eyeshadow， 这个眼怎么说眼影部分呢，实在是太让我这个疯狂了，因为也各种颜色非常的这个齐全。然后我又挑了这三个，然后它是单独，它没有像这个 eyeshadow 有这个小包装盒，它是单，就是好像像怎么说，它是这种单的这个芯儿在里面，所以买三个的话它可以送一个这个 kit， 所以我就自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我喜欢的颜色。我买了三这个呢 again 它是比较的highlight 颜色 purple 一点，然后这个相对比较的burgundy 香红一点 rusty 的那种红色一点，所以呢这也是我最近用的比较多的，所以基本上这个就可以抹到这个 lid， 这个相对呢抹到后面相对给它一点这个 depth， 给它一点这种怎么说，给它一点这个层次感，所以这两个颜色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然后我又配了一个高光的颜色，然后自己组合了一个 kit， 非常的handy， 出门的话可以带上，所以非常非常喜欢。然后这个呢是也是打折的时候买的，但是我好像印象中是 Lisa 的这个视频当中他有推荐，这个是他的 Kiko Color Shock Long Lasting Eyeshadow， 它就比较有点 cream mousse 的感觉，现在很多 eyeshadow 比较流行的一种 formula。 然后我觉得这个我这个颜色是102，我非常 impressed 的是呢它的这个怎么说持妆度非常久，非常适合用于粉状眼影之前的打底。然后我用手，或者你也可以用刷子，但手的话稍微的这个可以有更多的控制力。我比较建议这个颜色102呢作为出门就是稍微晚上的那种比较浓妆一点的这种打底，所以这个很有点像 Chanel 的那个那一款。我印象中我在2013年的 Favorites 里面有介绍 Chanel 的那一款，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推荐的。最近用的比较多的是欧莱雅新出的一个新的产品，这个呢是好像比较适合用于这个有点像有个 sponge 的这个头，它是有点眼影介于眼线之间，那么它基本上你就涂在这个，我今天也有用一点，就涂在那个 lid 上面一点点，然后呢你可以用手 blend 就有点像那种比较 easy 的一个烟熏妆。对，现在呢因为有孩子，所以我基本上分钟可以搞定我所有的妆容，然后通常就会用Kiko 的这个long lasting eyeshadow stick， 然后涂上，然后呢再如果想要再稍微的dress up 一点，我会用它这个 super liner 这个 smoky smee， 然后涂一点，然后用手啪啪啪这样晕开，然后一点眼线一点睫毛膏就非常快，感觉好像是
好像 made a lot of effort， 好像特别的这个画了一下，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最近呢对欧莱雅的东西确实是比较的爱，然后最近还有买到欧莱雅的这个 single eyeshadow。这三个颜色我想说我非常推荐这个 range， 超级着色度非常棒， pigmentation color payoff 简直就是没得说了，我觉得这样就很像 MAC 的质量。这三个颜色是一个比较 matte 就是比较哑光的颜色，这个是这个 range 有哑光也有亮光，这个是106，然后呢我还有买过这个颜色是我最爱的，是502，这个颜色超级棒超级棒，这个也是很棒的。然后还有一个颜色是201，它呢是跟这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有点类似，106和201这两个颜色非常类似，这个比较哑光，这个相对带一些亮光。201呢非常像我之前有的这个 NARS 的一款眼影，所以这个欧莱雅的这个单色眼影非常值得推荐。还有几个录好的视频片段不知道为什么我找不到了，所以我就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如果你非常想尝试 Naked Palette 3的话，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个dupe 来自于 Makeup Revolution， 同样来自于 Superdrug 自己的品牌 Makeup Revolution 的另外一个眼影盘。我非常喜欢这个眼影盘的珠光和哑光的颜色的混搭。另外两支口红笔状的口红来自于美宝莲的 Color Drummer。另外这个 wet brush 我非常推荐给长头发的女生。之前有朋友呢在评论当中呢希望我做一个那种 hair product 头发产品的一些这个视频，所以呢我也有在考虑，所以说到时候我会具体的再跟大家聊聊头发 hair product。 对， anyway， 所以今天呢这个号很多很长，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很啰，谢谢大家， thanks for watching，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one， bye。